天新成的柠檬汁呢，如果你在网络上买，它可以邮购，不管你邮购多少，运费加150块还是200块。今天是5月12号，今天5月11号，你现在上网络去预购的话，大概到5月20号以后的单，因为全部客满，它每天有限量。那、啊、我们有跟他订，那就 OK 啦。雄狮都有预订，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我们是跟他订现场喝的。什么叫现场喝？啊、就是不要冰冻，只要冰，不要冰冻。现榨。啊，如果现榨。现榨。哦，现榨，现榨了，就对了，现榨的。哦，它的糖放的很多，先跟你说，在花莲县的很多 Seven Eleven， 它都有卖柠檬汁，就是这样一罐一罐一罐，一罐72块。但是它并不是卖嘉兴柠檬汁，嘉兴柠檬汁卖给我们一样，一罐是55块，我们成本就是55块，它没有什么优惠，没有什么免费。明天去买的时候，我一样要付钱，司机要一样要付钱，司机就哎啊、哎、东西掉了，东西掉了，哎呀呀。